男。啊。给拿两罐罐头来了，长的黄瓜罐头。呵，拿两条罐头来了。嗯，这罐头好吃，味儿不错。没有小钱儿，这可以呀，这可以，旅游玩就可以拿这个呀。那没问题。渴了、喝这个那啥呀？是。哎呀，这罐头可品那个，在那个他们小点那家伙买那个超市里头，10块钱一桶。这个不贵，这个喝5块钱一桶。哎呀，这个要是吃点可挺好，这个要。这家伙多大块啊？你张多大嘴呀、啊？肉厚。啊哈。哎，可以。没牙，你瞧我一屋了都这样子，比你们吃的还快。哎，罐头好是吧？好吃。吃饱喝足了，在那玩好游戏啊？又玩啥好游戏啊？照这罐头不白吃是咋着？嘿，给钱。呵，还要钱？给您。哎，给您钱。可以呀、啊，还吃罐头，还白得了。那必须的。哎呦，我再喝一口吧，小点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峰，今天没有啥事，跟我奶奶在家玩个游戏。吃饱了吧？吃饱了。把盖上。他们讲话，吃饱了，喝足了，那就准备难收了。准备难收了。奶，抖音上有一个视频火着呢，让您拍拍。我瞅是啥？这不都是蹦吗？这谁不会呀？本本的，是有腿的都会蹦。奶，咱录一个。录一个呀。但是得化妆啊。还用化妆？我这个黑煤球屎红脸，我不用化妆都这样。不中，人家脸是黑的，人家脸没有人家黑。来，走。走。我给你化一好妆啊、哦。上这儿来。干啥呀？上这儿来。哎呀，这是干啥呀？这个呀。化妆啊。我的妈呀，我。天然的。不行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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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给100块钱。100不行。200。200也不行。500。500。要不500就500吧。让他化了啊。哎呀。这上你当了吧。给钱的。给钱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。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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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呀，我受这小子当了，待会儿我非得修理修理他不可。哪有这样的，你说吃老包凭老包还黑呢，你说这叫什么东西呀。奶，这才跟视频一样的，开始吧，上妆。哎呦我的傻呀，真是啊。干啥呢？我这瞅瞅那个弄这个西红柿秧，瞅瞅活了吗？没冻死哈？没有，这还盖着呢。这插这个倒春寒挺厉害呀。可不，那边的豆角子都冻死了。又来买卖了，奶。又来啥买卖呀？出门呀。哎呀，奶，这回您火了。哎呀，火了。嗯。火了得找灭火器吧？那没毛病，还得买大马力的。哎、小马力的这火还救不了，这玩意儿，这还得是大火呀！我不拍您说媒的视频发网去了吗？啊！我这一天都收入了将近100条，网友找你说媒的私信。呵，真是不少啊！要搁这当院都满了这人呢。所以说，要明儿把门口那个木台阶都得换成铁台阶啊。要不人家都给你踩的没啥药了吧。哎呀，那他得找这么憨的大铁棍子。你老乡找你说媒来，今年个是30了，一个小伙儿，家里边就是母亲不在了，有一个65岁老爹，剩下的就是妹妹出嫁了，在北京上班呢，干计算机行业的。这个就是我熬着，让您看看人啊。哎，这个，嚯，这小伙子有福相哈。在哪住啊？在许家台那边。离咱们这不远哈。嗯。
那都啥条件呢？他都想找一合适的，年龄差不多的。你要具体的话，回来跟他妹聊，这是他妹子加的我，那回来给登记上。啊，你这算正常说媒，人家这样找，人家那么大岁数也找那么大岁数的。你说我这儿今儿早上来个电话是搬迁的，我听着还挺新鲜的。嗯，人家老别人68岁了，人家惦着找30岁的那个媳妇儿，那还不说，还得带没孩子的，这个我可不好找。这是找媳妇儿哎，是找闺女呢，这个条件我达到不了。你说跟我说，要是打这个，要是给我说成喽，我还给你钱呢。我说多少钱呢？给你2000。我心里话，你给我3000，我上哪磨磨去呀？那是当给你当哪是当媳妇儿啊？当闺女差不多。这68岁老大爷没啥人了吧？我的哥。那可不，他人老了不是啊？搬迁呢是吧？搬迁户，那必是哥手有点钱。这是啥呢？坐着飞机放屁想的太高了。这是属于啥呢？小公鸡立鸡群里头撑不了战斗机了。那你说真经典呢。要是先头来说60发家子，你这70上岁了还想找闺女呢，那都是。这事儿真新鲜，将来他都是孙子，人家都是找你，这事儿也少管这事儿。这事儿是我不是拿这个当媒人的当儿戏，我得给人家真拉套还行呢，给人办好事儿，这叨啥说啥那还行，那也配不了对儿啊，要这样啊。数摇秤的得两头摇的差不多喽，再合一呀、啊，差那么3岁5岁的10岁8岁的还可以，超起来他这个得70上岁的人了，要找32岁的人那不行。我不管，找不了。